我回想起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，有一次和我哥逛商场吧，然后我们一行人，然后开门离开了这个商场，可是我看我哥还在，就是拉着门，在，因为有些人也要出来。离得比较近，他就是在等那些就不认识陌生人，他帮他们拉开门，就等，然后他们走之后，他还在那拉着门，然后过来又过来几个人，好像大概估计都有1、2分钟嘛，然后他才离开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奇怪的行为，那个就是我真实的想法，就是。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奇怪的行为？要拉着门等了下面人出门，他们都有手有脚，他们可以自己拉开门呀。这是我在没有出国之前，就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哥的行为感觉好搞笑，甚至好愚蠢吧，甚至是这么想的。当我就是我在荷兰居住好多年，然后是也去过其他欧洲的国家，然后现在有7年的时间了，然后我慢慢，像我在上一个视频提到的，就是比方说要尊重室友，会提前告诉室友你有客人来访，然后会占用客厅，占用公用的厨房。在哪个时间段会告诉你，然后你心里就有准备，你知道哪个点哦，你要错开那个点，然后什么的，就是和那个故事比较相似。这个就是我在荷兰7年中，我基本上，每天，几乎就是只要我出门，每天就是在公共场所，无论是上公交、坐火车。进一些商店，无论是只要有门的地方，真的只要有门的地方，前面的人永远会等下面后面的人，他会把门开着等后面的人，就是慢，我现在也成习惯了，就是一种下意识的，就是每次有那个火车，其中里间有个玻璃小门。然后每次前就是我下意识的，我也会把门挡着，让后面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出来，不会就是把门就是自己就是推开那个玻璃门自己离开，然后手一丢，然后那个玻璃门会反弹，甚至会打到后面人的脸，但我从来就没有那样过，每次我都要就真的是叫下意识的，就是从来没有觉得。要想着去做，就是下意识的。然后我推开门，在自己出来之前，我回头看一下后面，有没有人。如果看就是大概3米远，就是都是空的，没有人。然后我会轻轻放开那个门，而不是啪的一声让那个门反弹。然后，对，就是。就是这样一件就是事情，可是我真的我没出国之前，我在国内的时候，几乎没有看到过，除了我哥的那一次行为，我真的没有看到，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人有这样的行为，然后，我认为我哥的那种少有行为认为是奇葩，然后大众行为才是正常的。可是，我现在就是反过来了，一种认知，就是我觉得一种环境真的很影响人。有些时候我并不认为，有些人生来就坏一些，生来就好一些，生来就是道德意识强的，生来道德意识不好的，品德坏了，我觉得应该很大程度上是受环境的影响。就是如果你的就是neighborhood 是一个比较乱的，然后都是坏孩子，
我说的换一个比方说，不学习、打架、做坏事，他们会带着你，就是受影响。如果再加上你父母，也是有不好的也表现，就是给你创造这种环境，慢慢从小就是你会模仿。就我不是学心理学的，但是我也讲的不是特别好，但我觉得，环境是社会。改变一个人的，然后好的环境真的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也许父母的基因遗传啊，或者什么，但是环境真的好重要。我真的就是很感恩嘛，就是出国会让我见识更广些。没出国之前，也许我会看一些书，学一些东西，但是你看那些理论。你都觉得，原来英国绅士是这样的行为啊，要打开门，让女士先下车什么的，就是你看一些理论，你看一些电视，看一些电影，总归是一种就是不是你就是亲眼在你生活中看到的实例，你永远就不会那么深刻的体会，你也不会很容易的，就是把它就是植入到你的大脑中。当你生活在那种环境中，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，你就是不自然的，就是学到那种习惯，然后就是好的习惯。我当然说是好的习惯，当每个国家也有不好的，好的，荷兰也不例外，当然也有不好的或者好的，就是要学习它的好的地方。中国也有中国很多好的东西，俗话说得好，叫去，我的成语也很糟糕，我的中文真的也，和我的英文一样，就是都不太好，就是我不是我的那个叫什么，就是文学吗？文学功力比较差呀，就是不会说得很华丽，但是我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你要，真的就是，如果有条件，就是换一下环境，去看一下，尝试一下，这个新环境给你带来什么奇妙的感觉，然后那个人的适应能力、生存能力是很强的，有些时候你都无法想象的，就是。哦，一说到这个生存能力，我就想起，可能是因为，比方说你生活在一个欧洲的环境，你要生存下来，然后你要交朋友，然后如果你还保留你的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小文化，然后你会格格不入，然后你又会不太好交到朋友，会有沟通障碍，所以那种生存就是法则就会促使你。去学习他们的身上一些东西，就慢慢，你才就会融入到他们中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适者生存。哈，我讲的有点太远了，反正就是大概这个意思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，讲太多了。我回想起。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，有一次和我哥逛商场吧，然后我们一行人，然后开门离开了这个商场，可是我看我哥还在，就是拉着门，在，因为有些人也要出来。离得比较近，他就是在等那些就不认识陌生人，他帮他们拉开门，就等。然后他们走之后，他还在那拉着门。然后过来又过来几个人，好像大概估计都有一两分钟嘛。然后他才离开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奇怪的行为，那个就是我真实的想法，就是。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奇怪的行为？要拉着门等着下面人出门，他们都有手有脚，他们可以自己拉开门呀。这是我在没有出国之前，就是我的
我那个时候对我哥的行为感觉好搞笑，甚至好愚蠢吧，甚至是这么想的。当我就是我在荷兰居住好多年，然后是也去过其他欧洲的国家，然后现在有7年的时间了，然后我慢慢，像我在上一个视频提到的，就是比方说要尊重室友，会提前告诉室友你有客人来访，然后会占用客厅，占用公用的厨房，在哪个时间段会告诉你，然后你心里就有准备，你知道哪个点哦，你要错开那个点，然后什么的，就是和那个故事比较相似。这个就是我在荷兰7年中，我基本上，每天，几乎就是只要我出门，每天就是在公共场所，无论是上公交、坐火车，进一些商店，无论是只要有门的地方，真的只要有门的地方，前面的人永远会等下面后面的人，他会把门开着等后面的人，就是，慢，我现在也成习惯了，就是一种下意识的，就是每次有那个火车，其中里间有个玻璃小门。然后每次就是我下意识的，我也会把门挡着，让后面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出来，不会就是把门就是自己就是推开那个玻璃门自己离开，然后手一丢，然后那个玻璃门会反弹，甚至会打到后面人的脸，但我从来就没有那样过，每次我都要就真的是叫下意识的，就是从来没有觉得。要想着去做，就是下意识的。然后我推开门，在自己出来之前，我回头看一下后面，有没有人。如果看就是大概3米远，就是都是空的，没有人。然后我会轻轻放开那个门，而不是啪的一声让那个门反弹。然后，对，就是。就是这样一件就是事情，可是我真的我没出国之前，我在国内的时候几乎没有看到过，除了我哥的那一次行为，我真的没有看到，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人有这样的行为，然后，我认为我哥的那种少有行为认为是奇葩，然后大众行为才是正常的。可是，我现在就是反过来了，一种认知，就是我觉得一种环境真的很影响人。有些时候我并不认为，有些人生来就坏一些，生来就好一些，生来就是道德意识强的，生来道德意识不好的，品德坏，我觉得应该很大程度上是受环境的影响。就是如果你是你的就是neighborhood 是一个比较乱的，然后都是坏孩子，我说的坏孩子，比方说不学习、打架、做坏事，他们会带着你，就是受影响。如果再加上你父母也是有不好的也表现，就是给你创造这种环境，慢慢从小。就是你会模仿，就我不是学心理学的，但是我也讲的不是特别好，但我觉得，环境是社会，改变一个人的，然后好的环境真的很重要很重要，也许父母的基因遗传啊或者什么，但是环境真的好重要。我真的很感。就是很感恩嘛，就是出国会让我见识更广一些。没出国之前，也许我会看一些书，学一些东西。但是你看那些理论，你都觉得，原来英国绅士是这样的行为啊，要打开门，让女士先下车什么的。就是你看一些理论，你看一些电视，看一些电影，总归是一种就是
不是你就是亲眼在你生活中看到的实例，你永远就不会那么深刻的体会，你也不会很容易的，就是把它就是植入到你的大脑中。当你生活在那种环境中，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，你就不自然的，就是学到那种习惯，然后就是好的习惯。我当然说是好的习惯，当每个国家也有不好的好的，荷兰也不例外，当然也有不好的或者好的，就是要学习它的好的地方。中国也有中国很多好的东西，俗话说得好，叫去，我的成语也很糟糕，我的中文真的也，和我的英文一样，就是都不太好，就是我不是我的那个叫什么，就是文学吗？文学功力比较差呀，就是不会说得很华丽，但是我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你要，真的就是，如果有条件，就是换一下环境，去看一下，尝试一下，这个新环境给你带来什么奇妙的感觉，然后那个人的适应能力、生存能力是很强的，有些时候你都无法想象的，就是。哦，一说到这个生存能力，我就想起，可能是因为，比方说你生活在一个欧洲的环境，你要生存下来，然后你要交朋友，然后如果你还保留你的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小文化，然后你会格格不入，然后你又会不太好交到朋友，会有沟通障碍，所以那种生存就是法则就会促使你。去学习他们的身上一些东西，就慢慢，你才就会融入到他们中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适者生存，呵，讲的有点太远了，反正就是大概这个意思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，讲太多了。我有提到过，我不是很强烈推荐。来荷兰读留学，当然就是是有前提的，不是绝对的。比方说，